所以你这个是照着那个案例去打的。可是没有，可是问题是，可是问题是，并没有这样啊，并没有这么做。他现在有好几个，现在有好几个业务就是这样子。他说他就是专属的东西，所以专属处理就好。可是明明已经进入 review 的，就是客户已经这个定，这个规则定定了，他就不会再换，他已经一直会重复下单。不是只有北区啊，中区南区都有这个状况。所以我想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这样子又问那个客户又问我们说，那这样子。哎，小姐，你有信任吗？哦，是啊，所以他现在已经打退了。哦，就是我们现在联系他调来修，然后他一直在修。他现在就是想接近，没有，没有，就后面全部在修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告诉他需要到底要换，这个第二个保养是少补，目前停都是这样，是第五级的。实在说，自己是加油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担心你们不找资讯，不找资换新的。对啊，那我估计就是我们换新的这个需要。没有，所以这次的需要。